为什么一大早在这儿吸尘？这些阿姨会做呀。反正闲着没事儿，锻炼身体嘛。我在救援队的时候就睡不好，现在好不容易回来，能睡个美容觉了，一大早还被你吵醒。怎么了？离开我家以后就变懒了？不是那个早上6点起来可以叠豆腐块的你了？我给你做了早饭，洗漱一下，吃饭了啊。 嗯，我不要，我现在就要吃。哎，先刷牙。先吃早饭吗？先刷牙。嗯，先吃早饭吧。好，那就先吃早饭，再刷牙。嗯。你先吃。哎，你不跟我一起吃的？我吃过了，我去把衣服洗了。嗯。好吧。 款式还挺好看的，你搬来的时候才买的。这些以后我自己洗就可以了。好。